欢迎收看《97年已婚已孕精灵的快乐日常》。Hello， 咋样？我要给自己煮一个苹果红枣茶。你说我要不要放旁边的水晶片？会不会好喝？会不会中毒啊？应该不会吧。你我们下午去山谷逛一下吧。好的。我现在去买点小零食。来点水果茶，出发超市了。先吃点再去逛吧。先垫巴一下肚子，就开始逛了。我买个这个吧。这可爱吗？看一下鸭子可爱还是可爱、哎、你感觉哪个好看？那个好看，那颜色更好看一点。那好吧，那听你的。给淼哥买套睡衣吧，他那个睡衣太丑了。你给他选一选漂亮一点的。要个灰的还是要个蓝的？我是肯定喜欢这个颜色。灰的啊？对啊，这颜色外公他们穿也差不多。可以，那就要个灰的吧。你说我要是给淼哥买这种粉的，他会穿吗？搞笑的嘞。我觉得这种粉的也挺可爱的。他这个还有蓝的，要不然给他拿个这个好了。我拿粉的他可能都不一定穿。拿粉的你自己买一个就行了呗。哎，情侣装的。那我自己买一套粉的。那这个放回去吧。这个不要了，好，那我放回去。哦，这就是纯豆沙的，我想要豆沙蛋黄的。为什么？我感觉我小的时候豆沙蛋黄月饼随处可见，现在怎么都没了？奶黄月饼要不要？不要，我只要豆沙蛋黄月饼。给你做吧。你给我做吧。可以的呀，试试哦，我们都要试试。这也是莲蓉的，没有豆沙。回去做吧，回去做吧。爸爸，要敢于放弃。还是去整点小零食吧。这箱黑吗？这个还个子还好的。哦，你看这个蓝莓超级大，这个蓝莓，这个好。那就拿这个。喝的也要来点儿。啊，一个这个牛奶。再买点今晚的食材。要肥瘦一点的吧啦，还是这个好。这个直接煎一下就好了，很方便的。这个糖要不拿包试试看吧。采购结束，回家了。准备晚餐。好香啊，今天晚饭。今天都是我爱吃的菜呀。嗯，我爱吃藕节，香香辣辣的小藕节，这小藕节还爆汁呢。儿子，你赶快回来。又得爬泰山，爬了多久？五个多小时。遇到佩让小姐姐没有？没有吧。月卡应该都分不清楚人。对呀、啊。而等开学了，我们可以到他学校去。嗯，到学校去吃，到学校去吃饭。啊，这再玩玩完再去吃。要跟他们和好，所以他带我们做大中间英语。下期见了，拜拜。